好，来继续来看台南下架区的图书馆规划线顶广告书的活动，而且透过有奖的征答，甲小朋友来互动，互小朋友伫咧厝内就会当感受到阅读的美好，过一个真有意义的暑假。即卖学生当年休假，因为疫情关系，无到世界去佚佗。下架区的图书馆嘛，特别规划线顶广告书活动，希望用阅读带这囡仔进往书中的世界。透过咱这个线上的体验，吼，诶，活动咧，吼，啊来打破这个空间的距离，啊，让小朋友咧，吼，啊，伫这个疫情的期间咧，会当参加到，吼，咱一挂活动，吼，这个视讯活动啦，吼，啊来学习新知。这摆活动虽然讲是线顶的直播，不过囡仔反应嘛真好，加上互动有奖品通摕，会使透过网络的镜头感受到因对于活动的喜欢。可是啊，这座山呢高又高。于是，这三只猴子呢，他们就努力爬呀爬呀爬呀爬。我觉得小孩都很可爱，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原本演练的时候都是就没有小朋友，然后现场就是当天之后就觉得我有小朋友，然后很活泼，这样很可爱，就还蛮开心的。客家图书馆官方表示讲，说来因会规划其他线顶活动，若是这个线顶广告书的效果真好，咪继续加办落去。